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rmit， 今天会讲一下在我们8bit 底下加一些16bit 的 fill 进去，令到你的结尾或者在中间有一些起伏的打鼓。8bit 我们之前搞过了，嘣吧嘣嘣吧，或者嘣嘣吧嘣嘣吧，记不记得？好， refresh 下你们的记忆先，嘣吧嘣嘣吧，又或者是嘣嘣吧嘣嘣吧。什么叫8bit？我们将四拍分开了8下，1 and 2 and 3 and 4，好像嘣嘣吧嘣嘣吧，就是3 and 4。好了，整首歌都是这样打，会闷啦，会单调啦，那我们会加一些手臂的东西下去，譬如好像这个这样的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我加了什么呢？听着，1 and 2，跟之前一样，但是跟着下去我就加了，就是蹦蹦蹦蹦蹦。 OK， 听着，1 and 2 and 2 and 4。 我们试试读一次，蹦蹦蹦蹦蹦蹦蹦。是的，你的理解可以用數啦，1 and 2 and 2 and 4，或者咧好似我咁練口簧啦，嘣嘣叭，嘣嘣嘣嘣叭。咁啊，加喺邊都得嘅，只要加落去咧，你唔好影響到自己本身用拍子，即係有時一加咗落去咧亂曬咁啊。我而家用咧真的愛你最尾一句，通常加喺最後咧，冇歌詞就更加容易啦。OK， 預備咯，請準我説聲真的愛你，都啱好係兩個小節。我第一個小節咧就用8bit，第二個小節咧就8bit再加個 fill in 落去嘅。嚟喎，請準我。说声真的爱你，哇，咁样完系咪好啊？听多次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，就两个八 ，OK， 1 and 2 3 and 4，1 and 2 and 2 and 4，OK，希望你明白啦，拜拜。